级汽车。博物馆风波。哦，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！啊！我们好害怕呀！快跑呀！好，我来啦！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，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发射光波治疗你，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！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
农田危机。猪伯伯，猪伯伯，猪伯伯，一定是收割机哈维。果然是你。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会飞的汽车。他们在往农田里撒什么东西？快看，那片农田枯萎了。不好，他们在破坏农田。快住手！毒气的效果真不错。我发明的飞天车果然厉害。来吧，往农田里多喷一点，让所有的农田都枯萎吧！哈哈哈！哎呀，毒气越来越多了。别担心，我来想办法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阿文，是你需要帮助吗？没错，有几辆飞天车正在破坏农田，我需要支援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不好，所有的农田都被毒气包围了。我先去抢救粮食和蔬菜了。甩呀甩，到的爱的全部都采摘，收割完毕，干得漂亮。危险的毒气飘呀飘，小心，一点一点慢慢的下降。闪亮的光波照呀照，这边那边毒气消失了。该我出场了，向上跳。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农田。不客气，猪伯伯。哎呀，不好！你们再也不能破坏我的农田了。
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快跑。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破防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。前进，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泡泡淹没。训练训练在哪里？困在泡泡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飘进泡泡里。哟吼，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跳呀。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。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美味派对。
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我闯祸了！哇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！我要惊喜！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的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，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呀咪呀咪呀咪，蛋糕真好吃，呀咪呀咪呀咪，排队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啊，就是你的表弟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小碰碰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出远门了，
他们说请你照顾我们。你没收到信吗？信？忘记看了。没关系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出门，我先带你们去转转吧。哦耶！妮娜观光团出发，公园马上就到了。可是我不想去公园，我想看大鲸鱼，我想看流星雨，我想玩捉迷藏。好主意，就玩捉迷藏。怎么了？我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不见了。谁？就是我的表弟碰碰小车嘛。他们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现在一定在街上饿着肚子，流着眼泪，瑟瑟发抖吧。妮娜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他们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找一找，向右转弯，发现目标，游戏结束了。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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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擎加速向前跑，冲呀冲呀，挡住你们，全部都停下。哎呦，好晕啊！你们不能在街上玩。要遵守交通规则。什么规则？我来告诉你们。停下绿灯行，不要着急，等一等，前后距离要注意，要注意，排成一队别拥挤，别拥挤，路上危险不乱跑，注意安全，走在自己的车道，这就对了，交通规则要记牢，这样才是好宝宝。碰碰好难受，这个吗？嘿，我有个主意。雷克警长的主意真不错，果然还是游乐场最适合你们。好跑好跑，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，啦啦啦啦啦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他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追你的演唱会嘛。
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哦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哎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声道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筒滚筒转啊转啊转啊，沙嘟沙嘟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。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，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车门摊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，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。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啦。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啊，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三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啊！
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，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老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啊，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哈哈，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哈哈，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有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急速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。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地上地下每条道路我都记得住，一直向前走啊走，就找到出口。我们会被水冲走的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转转转转转呀，左边右边表演，转一转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我的珠宝全找到了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。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失业的垃圾车。嘟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，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到处都没有垃圾。
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！好臭呀！啊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啊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哦，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到处都是垃圾，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！城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。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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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，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，垃圾分开装，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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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前面的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咕噜咕噜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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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噜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。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章鱼车来袭。一二一。一二，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嗯。嗨，小美。嗯，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哎，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嗯，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。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哼，你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？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哼，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。救命，我被粘住了。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
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。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葫芦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葫芦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是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雨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。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拍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！救命！